2020的最后一天，我们要准备出发去露营，来度过这今年的最后一天。今年的跨年刚好遇到寒流，超冷的，所以我们准备了很多御寒的东西，像棉被啊、电毯啊，全部都搬出来了。真的像搬家一样。那我们今天的晚餐还准备了这个一箱这个，我们等一下就来开箱看看吧。嗯，这箱听说很厉害哦。走啊。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呢，是在桃园杨梅的逸品乡露营区。那我们会选择这个营地呢，是因为它距离台北比较没有那么远，它就在高速公路杨梅交流道下面。一下交流道之后没有多久就会到的一个露营区。哎，你看那里有羊哎！哎，真的。来迎接我们的是一只羊咩咩，一进门就有这只羊迎接着我们。那它这边因为是一个生态农场的露营区，所以我们都会看到一些动物啊，像我们刚刚就看到羊，然后听说那边还有兔子，还有猪，而且它这边还有一些手作课程、DIY 课程，那个我们明天再来去体验看看。好，那我们先来搭帐篷吧。好，这有一区草皮区，然后这边有种满落羽松，它现在刚好转红了。然后它除了草皮区之外呢，那边还有生态区。那我们先来搭帐篷吧。然后把我们的帐篷搭起来比较温暖，真的太冷了。哇，我们这个帐篷真的大帐篷，新的，超大的。这个20公斤，这个我们拿不动。好，这我来拿。那这一次的帐篷呢，我们是跟这个 Big Lion 买的。它这个帐篷就是会有一个客厅架，然后还有支架，下面拿支架在这。内帐，小家弄好了，弄成一个圣诞树的样子。真的是圣诞树样。来打开我们这个帐篷。Hello。Hello。嗨，好久不见，祖荣。你在做什么呢？搭帐篷啊。Happy New Year！ 你的帐篷怎么？后面有一个人穿着棉被出来嘞，太夸张了吧？旁边有个人，对，这样，撑起来，先撑起来，撑起来了吗？撑好了没？对对对。跟你们两个躲在里面做什么羞羞脸的事啊？这个外帐搭好了。也有啊。来看一下里面的空间。里面好温暖哦。哦，对，里面是很温暖诶，隔绝风了。可是我们第一次搭，所以我们这里有点松松的。对，没有搭起，但那边就搭得很漂亮啊。然后它这边呢，就是可以挂内帐，把内帐挂在里面。挂内帐的时候就可以当一个客厅的空间。我们买这个帐篷的老板跟我们说，这个门要卷起来，最好是往内，这样子那个露水才不会，雨水才不会滴进来。这是我们的帐篷，尖尖，超冷的。它这边每个营位也都有配这个插座，就可以拉延长线出来了。好啦，我们现在差不多搭好了，那趁天还没有黑之前呢，我们去检查一下他们的厕所跟洗澡的地方。好，这是浴室。他们的浴室呢，就是在我们睡觉的地方的旁边。浴室蛮大间的哎。哇，真的哎，下面还有铺木头。对啊。而且没有虫、很好，没有虫啊。它这里还有放这个假植物的，蛮好的。对，我们就是厕所纠察员。好，走，去看厕所。厕所上来这里有冰箱，然后他们的手作课程就是会在这边。但是我们现在来这边是厕所，女厕有两间，一间是蹲着，一间是。坐着跟蹲的，其实他这边的厕所，如果说人多的话，可能会不够哈，因为他只有两间而已。对，各两间。嗨，嗨，什么？嗨，好累哦，总算是搭好了。每次来露营都好辛苦哦，搭完帐篷之后，紧接着就要准备晚餐了。好忙碌哦，可是我们今天好厉害了。
对啊，你就吃泡面吃饱就好啦。好了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开箱一下我们今天晚上的食材。今天我们在网络上订的这个就是爱海鲜。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。这个、啊、如果说大家有喜欢的话，也是可以跟他们订。我们有十个人，然后他对我们就订了十颗干贝。哦，有干贝哦，这蛮大的，比50块钱还大。然后还有这个虾子一盒。哇，你看，哇，好多只哦，好多只哎、欸。这种天气真的是很难解冻哎。这个肉，这个200克的肉，还有和牛哎。哦，牛小排。蛤蜊，1、2、3、4、5。哇，这蛤蜊要怎么吃啊？蛤蜊用烤的啊。哦，哇，接下来。还有花枝。花枝，接下来厉害的，我们还订了这个日本的这种。去日本的时候很常看到这种啊，对，可能一只都要卖3000-5000日币，超大的哎、欸，差不多。我们等一下就把它放进去火锅里面。今天是寒流来的最冷的一个晚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穿着棉被在身上，很冷。你看，我们冻得跟虾子一样冷。你看，水汽的冰。好了，哦，开始蒸螃蟹。哇，好棒哦！真的好海鲜，我有来到北海道的感觉。哇，这怎么吃啊？这个用嘴巴吃会受伤。哎，它这怎么吃啊？它这好像已经有剪开来了。哎，真的？来，肉。哦，谢谢啊。黄坤啊。肉质很嫩哎，拔吧，拔弓箭。哈哈 ，Magic。哈哈好鲜呐、啊，我已经断了，已经断了。好了，终于解冻好了，来吃吃看这个和牛。我也要吃，我都来吧，你先吃。好，应该没有太熟吧？嗯，这个、好软。有一个特别味道，真的有一个特别味道，有一口给你，是甜味耶。它不是那种吃起来你会让你觉得很油腻的那种味。来吃虾子。好，我来喝一点热红酒。虾子好吃，我也觉得虾子好吃，肥嫩，而且很脆。我们今天晚餐除了火锅之外呢，还有一些煎的肉、生蚝、干贝跟一些肉。知道了，这里面可以。Mary， 快点，来吃这个，这感觉超好吃。小心烫哦。超烫的感觉。哇，油滋滋。怎么样？好吃。还有人要吃吗？用煎的我要吃。用煎的你一脸成就感嘞。等一下呢，不要跟他们说我们有这一排和牛，全部都吃完。他们在5分钟就要到了。嗨，你们刚刚好，让我们欢迎下班后刚赶过来的人。哎，恭喜恭喜，我们都吃完了。太过分了。我们从火车站搭车过来，很快。大家是不是要先来干杯一下，预祝一下新年快乐？新年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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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预祝新年快乐！恭喜大家平安度过2020年。2021年大家也加油啊！接下来我们来煎帝王蟹脚跟这个生蚝。知道煎到什么时候啊？我到它打开吧，因为它在装自闭耶，那怎么办？要不要那么自闭好吗？这干贝超好吃的，嗯，这干贝好吃啊，嗯，很香哦。Mary， 你要玩这游戏吗？我们现在就是在玩一个把牌放在头上，不能做到牌上面的事情。哦，你的好难。杨梅区现在是9度。九度。好啦，你可以了。九度是没了。拿下来吧。你是不是很有信心自己？不要管了啦。为什么？我又中了吧。因为你这个太离谱了，真的太离谱了啦。你要拍你的。你的是什么？谁玩这游戏不笑？
现在时间是56分，准备要跨年了。准备开始跨年，倒数20秒喽，15秒喽。因为我在升空哦。呜！我要摇吗？不要摇吧。倒数10秒。倒数5秒，4、3、2、1。呜！新年快乐！希望新的一年不用保持安全距离。耶、yeah, ，新年快乐！好啊，好冷啊！冷爆了！哎，那个酒是你的吗？怎么样，说说看吧。2021年，你有什么样的目标或者期许吗？我们不是要去环岛吗？真的吗？对啊。开车吗？你骑车啊。你骑车，我开车。好，希望2021年呢，可以试试看。骑脚踏车环岛，我考虑一下。嗯，然后再爬1-2个百岳。嗯，一个或两个。这么少？嗯，这么少。嗯，好，可以吧？目标就是最少一个两个嘛，好不好？好。还有希望可以存到买房子的头期款。好，加油！拜拜。2021年，大家加油！拜拜，晚安。嗨，早安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我等一下他们这里有手作课程，等一下去用，嗯，等一下去体验他们的手作课程。2021的第一个早餐就由我来做给你们吃，好吃的，是什么反应？今天早餐吃什么？今天早餐吃水果，有芭乐、香蕉。然后我们会弄个蛋，还有萝卜糕跟吐司。这吐司真的是业配咯，这是我爸爸用了30几年的时间，照顾我们换来的业配。没有啊，这个吐司是我爸爸做的，那很好吃哦。我们家里现在都吃这个吐司，健康，很健康，对。而且我觉得不输叉叉吐司。如果有需要，可以在下面订购哦。我不知道我爸有没有要卖非卖品，被我乱卖。你来说一下爸爸的吐司怎么样？爸爸的吐司赞，爸爸的吐司好吃。吃完早餐后，我们来去看一下他们的手作课程吧。走那里。每次来露营都像来参加露营博览会一样，都要参观一下别人的帐篷。对，他说上面有动物哎、欸。是啊，去走走看。这里面就是他们 DIY 手作课程的地方。空气凤梨。嗯，做成杯垫、嗯，然后还有用一些装饰的。那个用这个做装饰。嗯，就有这种教学。他这边还有另外的教学是做这个。哦，对，那个是依照那个季节。对，看当季有什么食材。有动物哎、欸。哈哈，真的哎、欸。嗯，小朋友真的蛮适合来的。嗯。哦，那边还有很多只冲过来了。真的冲过来，这里用冲的，好好笑哦，跑太快了吧？上次以为有东西吃啊，一直冲过来。天啊，该跑超快，我觉得跑比你还要快。好啦，收拾完啦，我们要准备回去啦。终于好天气了。对啊。可是我们要准备回去了。嗯。收拾的东西要收拾好久。最后一个收拾的东西在这里，我的鞋子。对。一品香生态露营区，我们走啦，拜拜，新年快乐。